大家好，今天分享发面盘丝饼的做法。一碗面粉中放适量酵母、适量白糖，用温水和面，调成面絮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发两倍大。醒发好的面都是蜂窝状，移到案板上揉面排气，切分成面剂，改成长方形薄饼，再调个油酥，一勺面粉，一勺姜黄，倒少许的食用油，搅拌均匀。浇在面片上，用刮板涂抹均匀，再像视频中这样叠起来，从中间切开，切口朝上，两头齐起来撑长，再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，把小尾巴压到底下，全部做好，盖保鲜膜松弛10分钟。平底锅多刷油，放上饼皮，上面刷一层油锁住水分，烙至上色，翻烙另一面，烙至两面金黄，盖上盖子焖2分钟出锅。外皮酥脆，里面柔软多层的发面盘丝饼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收藏试做哟。